这么多料的叉烧条你有没有吃过？就在北海这一条路弯进去，隐藏着一家家庭式的叉烧条，也就是老家叉烧条。来这里的等候时间没有30分钟，也要1小时以上。因为老板很注重炒粿条的质量，即使你点了10包，老板也是一碗一碗炒，一碗好吃的炒粿条。最重要的是它的辣椒还有网黑，而不是这些豆芽。这里的炒粿条适合我个人口味，味道够重够辣，而且它每一口吃下去有那个把油炒的味道，香香脆脆的。普通的一碗才6块钱，但是没有这样多稀罕还有香。我这个是超强豪华版的，大致下都给了5只，还有8只小只的虾。最重要是那个虾壳已经拌好了，所以这超强豪华版的炒粿条35块一碗，35块也包括了很多的稀罕。这一整碗大大只的稀罕，我一个人真的吃不完，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熟一点的稀罕。总结来说，我是来这里吃虾和稀罕的，不是炒粿条。